15日，杨丞琳潘玮柏一同为某公益活动拍摄广告。不过近来很少触电的潘玮柏 NG 不断，看来得好好向丞琳学习学习了。两人因为电视剧《不良校花》而结下深厚友谊，交流起来也是默契不断，跟毫不避讳的互夸一点不低调。常常说玮柏看起来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，就是他的脸就是看起来就是开心，就算他假笑你也看不出来的那种。朋友是从外是外国人来，他说很远看到，哎，你的朋友怎么看像19岁？他是 Justin Bieber 吗？你知道我听了还蛮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有可能就是可能这些朋友们会以为我是你知道 Justin Bieber， 然后就更融入在里面。哦，会哈，真的很难接。虽然被赞外表像小孩很开心，但潘玮柏表示也还希望能够早日当爸爸，不过对于结婚却似乎没有打算，看来又有一个想要先当爹后当丈夫的主。一直认为说小孩可以有，老婆还不见得要有。对，就是因为我对我来说，我觉得结婚我是还没有真的想过，但是小孩我还真的会蛮希望有个小朋友，可以跟他一起长大。还早哎，我也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小 S 深陷风波，杨丞琳则表示外人不了解内情，不做回应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